来，那个，我们现在就没有讲修辞法，我们来讲一下修辞法好了。来，如果你看到修辞法，你请你看黑板上的 PPT。如果你看到修辞法，我特别框出了那个胶，请你想想看，不要给我想到香蕉胶，你笑哭啊！啊，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套？强调。双关很好，很聪明的就会找到答案。这里的胶是有双关的，除了跟交响曲有关之外，它还跟什么有关？交通、平交道、交通、平交道，还有嘞，加车又会橡胶，交作业，交作业，交作业，还不错。那在这里，交车，你又要买车了，是不是？啊。来，我昨天看新闻的时候，我听到一个新闻，我很惊讶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你们有没有被爸爸妈妈用机车载过？有啊，有啊。你们坐哪里？后面。小时候坐哪里？坐在前面。你知道你一直处于犯法的状况吗？我们的机车是没有办法坐在前面，站在前面也不行哎，那是犯法的。前面还是呢？对啊，你是菜吗？还是宠物？没有摩托车的安全座椅。好，所以最近这件事情被，在网络上面骂的很难听啊，因为有人就说，我又不会开车，那我要载小孩怎么办？或者是，啊，我们家买不起车，那我不能用摩托车，那我要怎么办？这样啊，就被骂的还蛮严重的啊。所以其实，在跟交通上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是相关的。想不到那个交通也会跟我们的修辞法有关。你想想看，你看过那么多的路上的标语，你有没有思考过它到底跟你学过的修辞法有什么关联性？好，我们先来做下面的第二大题。啊，你的资料上的第二大题。这些我们都学过哎，看得清楚吗？你们如果有资料应该还好。来，这十个，啊，这十个标语，请问哪一个你最常见到它？第一个，最后一个，第二个。啊，你从小念过的应该是马路虎虎口吧？没有吗？你们没有看过这种标语吗？有啊。啊，你们走路都没有在看路的吗？有啊。有啊。来，请你告诉我第二个马路虎虎口，他告诉你到底要你注意个什么东西？在马路上开车很危险。在马路上开车很危险。等一下有老虎在骑的话，老虎要杀你。等一下老虎。你们的解释我都没有办法想象，虎口是什么？会让你很危险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特别小心。那马路上其实有很多很危险的状况，对吧？尤其像，我们学校比较少嘛，你们放学通常都不会走到外面去，大家在校内就坐校车了。好像一般的国中，因为他们都在学区里面，他们很多人会走路上下学的，最喜欢怎样？我一定要跟我的朋友走在一起，而且一定要横着走。啊，这样才好聊。我要看到他的脸，这样我才有开心，有没有？整个马路都是他的，啊，那就很危险，因为后面的摩托车也不见得要让你，或是后面的轿车也不见得要让你，就会啊产生一些可怕的事情。好，来，啊，那请你，我给你一分钟，请你告诉我这十个，啊，属于什么修辞法？我都选比较容易的，来试试看，有的一眼就看得出来啊，像刚刚那个马路如虎口，啊。如果你写完的人，啊，请你就先去看第一大题。如果你还没写完的人，就赶快写，我们来讨论一下。好，那也请你思考一下，你觉得十个标语哪个对你最重要？第九。第九。
高士涵，你有酗酒吗？没喝酒啊。有，应该跟你们现在很有关系啊。第八个。第八个啊，单车单人行，会骑脚踏车的举手。手放下。不会骑脚踏车的举手。大豪姐，大豪姐，差心。有哎。心意，你是没有学还是学不会？猜不到，猜不到。那应该是现实有点困扰啊。对。那你们骑脚踏车够骑到大马路上吗？没有。你们骑在哪一道上？我哪一车道？骑车道，快车道。我知道。对，我现在快车道。嘉义市有，啊，如果没有的时候，你应该骑在哪里？骑车道。骑在骑车道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，所以不管啊，你骑在哪里，你真的要去注意前后左右。而且现在听说脚踏车也要罚啊，如果你骑脚踏车滑手机有没有？啊，骑脚踏车做别的事不戴安全帽，听说好像都有罚则的嘞。美妆车灯，脚踏车。超速应该有一点难啊，啊，这个比较不会。两个心啊，有之前。好，来，请你告诉我，你的答案，第一个答案是什么？回文。第一个是回文。回文。顶针。回文针。啊，回文一定有顶针，所以这就不用讲了。回文的啊，基本概念就是顶针。第二个嘞。地狱。地狱。不错啊，你们感觉。我学会。来第三，对。第三不是你们国小，像我们都会有这种标语，对哦。快快乐乐的出门，平平安安的回家，出门就很快乐。出门就很快乐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飞碟。飞碟。第四嘞，这个应该是里面难度比较高的。双托。互文吗？映衬。映衬吗？押韵。顶针。映衬。好，它的双关语在哪里？对。是吗？到。上到。上到。啊，这里的双关是在上到啊，上到的一个意思是什么？上平交道。就上路了，不要是你们应该每天都走在平交道上，不会吧？你们应该都在路上吧？对，上路。另外一个呢？不好。另外一个上道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说你这个人很上道。我挺是，觉得很是，很事项。是很事项。再换一个词，不白目。不白目。好白话、哦。不苟且。啊。上道跟有品格没有那么接近，想想看，对，很事项，是，好棒棒，事项是啊，再换一个词，再解释出来。那不然你们都没有听过这个词吗？啊，比如说我今天说蔡小雨很上道，是称赞他一直走在路上吗？啊，道义。来，你很上道，其实你都做很适当的事情，啊，所以这个上道是适当的、合适的。你认为你是很上道的人，举手。果然自我感觉非常良好，好，请包厢。好，来，但是这里其实他到底要告诉你的是什么？他强调是什么？喝醉了就不要上路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常常听到很多那个酒醉驾车，其实都造成了很可怕的事情。对，像之前不是有跟那个台大急诊室的医生，啊，就被喝酒醉的撞到嘛。那后来就，哎，那个前一阵很有名的那个柯文哲啊，就不愿意去抢救他，啊，因为那个救回来是植物人。你看过这新闻吗？有啊，啊，所以其实。
啊，你们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啦，所以要请的是你们的爸爸妈妈，他们可能有什么应酬啊，可能会需要这个，啊，就要小心一点。好，来，现在第五个，第五个跟第二个很像，就是地狱嘛。好，来，剩下的六到十，啊，我们明天再讨论。然后请你们，啊，另外要做的一件事情是，请你把啊第一大题啊做完，这个我们全部都讲过，啊，先回去把它做完，然后连第三大题也做完，我们明天再来好好欣赏大家的创作，啊，这样 OK 吗？我刚刚讲有没有听懂？有吗？请你发挥你的创意，然后请不要抄袭同学的。